那现在要做的就是让那个我们的这一颗，你可以在这个它的 VR 的行程的中间，它等下会做的事。这样就是太多，所以它放松一点。它要让这一颗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个能放得进去。所以放不进去的话，就再退。然后我们不只只有这个，我们这个退跟这个锁紧是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总共会有这个也可以改，这个也可以改，这里也可以改。